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我们今天晚上的感恩赞美晚会是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愿三位合一的真神与我们的聚会同在，从开始直到结束。感谢赞美天父上帝的恩典跟带领。当然堂儿童诗班和哥弟亚堂儿童诗班已经迈入了25和15周年。 在此，代表主办单位非常欢迎各位来宾的到来，大家一起见证这美好的时刻。首先，我们邀请儿童诗班的主任黄德渊教师来做一些的报告。黄教师，请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天父上帝的厚爱，在过去的25年，给予儿童诗班的眷顾带领与保守。第二，我要感谢我们担任。 中文部的知识部、教务同工领导以及弟兄姊妹们，在过去25年给予诗班领导的信任以及支持以及关心，所以让我们能够迈入了这25周年的这个庆典。那么第三，我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嘉宾、教务同工。 你们的关怀、你们的支持，让我们的这个感恩的晚会呢，能够顺利的举行。第四，我特别要感谢呢，我们的马来西亚基督教花社会的会读真理的牧师、张武峰牧师、吴天辉牧师，以及李家豪传道。 再次，我们的感恩的这个机会当中，给予我们的关怀、参与以及支持。第五，我要感谢所有参与这一次赞美晚会的这一个儿童诗班的团队，无论是跟蒂尔的、亚庇的、孟加大的、伊达卡斯，那么还有其他的，他们都在这一次呢。 积极的在过去给予这个晚会的筹备和这一个的协助。最后，我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的到来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和肯定。那么我们散会之后呢，我们的儿童诗班在外面呢也有我们的录制了2个儿童诗班的这个 CD， 那么每一个的 CD 是20元整。 那么我们还有卡带啊，如果还有卡带的话，那么就每一个是5元。那么我们也有 DVD， 就是我们儿童诗班15周年的这个庆典的录制的这一个专辑啊，一个是25元。所以我希望呢，上回之后你们也能够光顾我们在外面的这个会台，谢谢大家。
云教师。诗篇150篇第六节这么说：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。会众，让我们一起站立，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《荣耀归于真神》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。Thank you.
其中的创办人除了有主任黄德云教师以及指挥黄秋兰教师，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所亲爱的张如富牧师，还有已故的李雪华教师。今晚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张如富牧师来分享神的话。张牧师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刚才听了客家歌，很想用客家话讲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啊，都听得懂客家话吗？